人太多，我很紧张，所以我刚刚弹错了好几个麦，大家请到窗口退票，退20，谢谢。对啊，因为我的鼓手打太快，又感性的人，哇，快又，不是因为我爸爸的关系吗？很快的，他打的。然后接下来是我们的贝斯手要打鼓。欢迎你接受哦，接下来是什么？接下来是一首老歌，脍炙人口，《爱情那么久》。可能人家认为我们不是很正经啊，这是你，但是你可以问人家哦，这是我们有史以来最正经的一次，也是听众哦。这首歌是什么？爱情的歌。介绍一下它的来源吗？它的来源是红蚂蚁乐团。红蚂蚁乐团，他们创立了一首歌曲。好了好了，很多人翻唱过，我们也把它稍稍做了改编，就是听听看不一样的味道。好，这我们就唱这首，因为是别人的歌，我们要认真一点，千万不要弹错。好，那个鼓请抓一麦。交一下。有人会唱吗？其实我相信有了，可以一起唱哦。很难得这种表演团体哦，请你们付钱来听他们唱，还有你们唱的，我们就是那个团体。有人告诉我，爱情。
好不好？不错。有人告诉我，爱情像杯酒。Bye.